Hello， 大家今日活仔放青酒指南嘅，咁呢只十四只青酒指南咧，佛堂广场举行，诉求包括不满医管局漠视病人私隐，警方阻碍救援人。咁你等我阵啦吓，冇事啦，更新到一点八，第一份嚟调机。第二批人同攞咗呢啲先。第三批蓝田，第四系观塘，第五就系头角，第六份系九龙湾，第七份系彩虹，第八份钻石山，第九系黄大仙，第十系乐富。十一是石結尾，十二是太子，太子應該更新的，但我還沒人拿。十三是黃角，十四是油麻地，十五就是黃埔，十六是 Kennedy Town 啦，堅尼地城，十七就是香港大學更新了的，但是我沒去領。十八是西二盤，十九是上環，二十是中環，廿一是吉中，廿二銀化磚，仲有廿三柴灣。咁呢啲就係所有更新至到一點八嘅車載指南嘅。咁我哋今日就結束啦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